在众多希望能嫁入豪门的女明星眼中，朱玲玲绝对是传奇一般的存在。当年她嫁进霍家，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，但是人人艳羡的婚姻却并没有让朱玲玲获得理想中的幸福生活。首先是迫于霍家的家规，她不能再从事自己的工作，只能在家相夫教子，陪伴霍震霆出席各种宴会。夸张的是，在霍震霆顺利成为亚奥理事会委员的庆功宴上，朱玲玲想佩戴家中为女眷们准备的珠宝首饰都需要写借条。而作为接受高等教育、向往自由的女性，朱玲玲对于近乎严苛的家规实在无法忍受，再加上霍震霆后来还与内地一名女主播传出绯闻，更是令她彻底心寒。于是在婚姻的第27年，已经一起生育了霍启刚、霍启仁、霍启山的朱玲玲与霍震霆彻底结束了。